上厕所了。啊？我要上厕所。我不关眼睛啊。那这个好。可以关吗？哎呀！我尿不出来了耶。什么？别着急，别着急。柔不到举和负重绑腿的双重艰难的烹饪着训练场和队员，觉得今天就是可能就是拼体能的了。一个优秀的赛车手，除了我们发现似乎有队长，当然是叛徒。你走吧，我暂时离开一会儿。别在你们两个，哎呀，再也不要回来了，告诉你，信都别写。完全不吃力啊，没事吧？没事吧？我来修他，没事，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快快快，趴下，趴着过，好样的，小心，别急。哎，你先过，先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冷静冷静，按照刚才上下的那个，先刮来上，你上，来小燕过来，好的，小燕，好，你先下，你先下，跟我跟我，好，好，志勇先到这侧，小心练，好，好，手扒住，手扒住，好。别着急，小心绊倒，蹬，全趴下，趴，一二，胳膊节奏，一二，胳膊找走，一二，一二，用身体往上压，趴着过，知道吗？这稍微有点湿啊，慢慢来啊，不要着急，加油，一二，一二，趴趴趴趴趴，快。稍微有点湿啊，小心腰，别被皮肤伤到。来，快点，走，咱们慢点趴，慢点趴，来趴，走，好，加油。小心腰啊，别伤到。好，好，好，够。啪啪啪啪啪。好，加快点速度。这可能会滑，哎，其实还好用。走。还好还好，走，对，看点链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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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稳，站稳，站 ，Don't worry， 对，就这样一点，别晃，别晃。他们已经比我快一点了。对，就这样一点，别晃，别晃，不着急，腿别动，腿别晃，膝盖放松。别急，膝盖放松，别晃，你别扶他，上吧，先往他后边，够，冷静啊，这时候考验心境啊，别晃，瞧着前面，不要瞧脚下，瞧这儿，瞧这儿，瞧这儿，别着急，你别扶他，
等他自己来，走，快一点吧，冲过去，你别扶他，冲过去，你别动他，我就冲过去吧，别动他，冲过去，别动他，没动，他走抖的，哎呀，哎，你看那边掉了，你走走走，你走走走，你走走走。别扶他，别扶他，那是有水。哇！来来来来，走起来！哇，好吧。看踩，踩踩。走，好吧，走走。志勇站好，别动，志勇。下去，哎，家贵，一下，拿住，好，拉拉拉，又进了，小心。受伤了，别动，别动，是不是队员摔着了？你看一下，好像是，没会受伤了。哎呀，扭了一下，可能扭了一下，没动，没动。别动！赶紧叫那个救护车过来。那个，那救！先别动，先别动，别动。我们过去看看发生怎么了那边。志勇，不要。OK OK OK， 他可能伤到骨头了。别动，啊，不动啊。先不用摘，先不用摘。Knee twisted. OK OK relax. I feel the cracks on. Okay okay. Which one? Knee left knee. Okay okay. Don't worry. This one too straight. This one too straight. Pain say ah. Not pain. Not pain. Pain. Pain.当时确实真的很担心，一个是很关心立辉的伤势，一个是也替立辉着急，因为他其实是一心想努力在赛车场上展现自己能力的。那如果在游戏环节受伤影响之后的比赛，我想除了我们之外，立辉才是一个真正最难过的人。你就真是个勇，你真是个勇士，你只管自己。不要这么说，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是很难预料要发生的事情。动作做的不对。我在说你在你也一直总是在说，我说你别说，然后你跟你说的所有动作你都没按照动作做，开始走那一遍跟你说的所有东西你都没弄，一边跟你说一边你就说，一劲儿跟你说那个板的技巧，跳跳压压板不是你往上，你一定要在下边，他练的过程让他去够你压住板就可以了，你只需要面冲着他。为什么你没照顾到他呢？原则上摔不到的，你没退下来呀。怎么办？我在跟立辉和志勇讲，他们怎样是我们是那样，怎样是所谓更科学的方式的整个过程中，志勇其实都不是很专心。当时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鞋子是湿的，而且又有细沙，可能立辉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细沙一滑了一下，它一平衡，它往下一摔，那我们想努力去接住它。就没住，没接住。快快快，有点快快。小心，由于陈立慧的突然受伤，不得不将他送往医院，而赛场内的魔鬼训练仍然继续。就是圆葱炒鸡蛋。来吧，咱们那个祝福一下立慧的伤能好一点。这个实在是好意外了。祝福立慧，赶快加入我们，加油，立慧，快回来。
严酷的魔鬼体能训练在大家的努力下结束了。美味的便当虽然为众人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但是例会的受伤依然让大家提心吊胆，他能否再继续参加接下来的各种比拼考验吗？医生说，就是从 CT 表面上来看是没有看到任何骨折的迹象，就是还是正常的，是 OK 的。然后刚才他说的就是你可能需要静养15天，15天，主要是这里不要，还这里对吧？这里不要再碰它了，因为你里面可能是拉伤了，你碰它的话，可能那个淤血可能会更多的会出来。还是不要动他吧。陈立慧离开医院时再度发生碰撞，造成二次受伤，被确诊为肌肉内部严重拉伤，将无法进行接下来的旋风考验。